咁平時如果要去做個雞煲咧，你去雜貨鋪都好難執到咁嘅份量。咁我哋幫你準備好啦。如果呢包醬咧，我哋自己做本身都要用咗差唔多兩個幾鐘。咁我諗你屋企都未必咁易做得到。呢包就係靈魂啦，超過100萬度嘅我自己研發嘅辣粉。